说这大哥原来是老师，您在哪儿当老师嘞？在左卫。在左卫，当什么老师？就是初中的是？小学的。小学老师，哦，当一辈子老师？多几天？哦，当老师没当几天？都是小学的。啊，当了校长了。啊，当十来年老师，教啥？教语文、数学。啥也教啊，啥也教。小学老师，老师教好几个班。过去那个老师就是啊，那过去您一个人教几个班了？教五六个班，教一个班。那您多大岁数了？八十岁了。您都80岁了啊？多官能面，多官都能面。我还以为您有个还塞一下子，我还以为您69了。4000多。哦，那也不少了。为啥工资低？啊，你的话做几个事？啊，好干个去，十来能挣6000来块。啊，要在市里头就能挣6000。哦，在县里头就是4000多了。啊，4000多。啊，那一直当老师也挺好。哦，做老师你好活多了。啊，多来老师也有不也有不好。啊，多小多管好些学校了。哦，啊，好性质，中心小组。啊，中心校长。啊，管好几个。哦，好些学校，找法律，啊，还要考你，啊，考你分儿最高，到时候俺的你分儿高，啊，咱就能提你个进度嘛。对。啊。哦，就是您说您文化高了是不？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。他是啊，对呀，哦，真棒啊！啊，清华大学博士，这还是听出鱼来胜鱼来。26了，啊，也是这个村里头人物的榜样啊，是吧？啊？咋了？不教吗？教不教你吗？你们这里头有没有这个大爷的学生呀？他这些人里头没有，没有啊，没在这儿教的。他好些都是工作，都走了都。哦，不在村儿。都是考不住校，才在这里。您也不在这儿，只是老了才回这儿的啊。啊。我们不稀罕他。说你们不稀罕他，不想让回来。哦，到底然后人们挣钱。花钱花不回来，不回，没钱了。哦。那个几几年那个考的师范啥的？60年。你是60年的师范？哦，从左卫是不是上的学？从左卫啊。左卫上的学，然后上完初中就考到那儿了。啊。采购部师范啊。哦。采购部师范资格考了。哦。哎，现在那个采购部师范在不了？不在了。不在了。不在了，采购部师范。啊。全华师范。啊。好的。左北师范、陕师范、闸北，嗯，还早去了，没得师范了。啊，这三个合并成啥了？合并成玄华职业学院，技术学院，艺术学院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最早的就是采购部师范，你记不住了，你给你三几年的就加了起了。啊，采购部师范。先时候叫小虫。啊。小虫师范。啊，叫乡村师范。采购部小虫师范。哦，我不教采购部师范。啊，我师范兼职，采购部师范找。找闸北师范呢？是也更吃啥更吃？闸北师范啊。哦，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张家口这连渠带县，总共是不是就三个师范？三个师范。啊，就这三。闸北师范是闸北师范招的是包括4个县的学生。啊。4个县就是左边，可保。不远所以是在左北师范念，采购部师范是招的8个县的学生，8个县是特城、崇礼、怀来中路、玉县幼儿园、淮安娃圈、
就是八个县。啊，全国示范找的是左旗沟市的，左旗沟市就在全国示范。啊，全国示范找的是这个少，左边示范找的是这个少，他们两个示范小都一个采购部，采购部示范。哦，采购部示范就找八个县说事儿呀。啊，第一昨天昨个是个政客。真客气啊，真客气，真客气是实质真客气啊。要是多老是多小庄子，他是个虚长啊。他一个家不多小庄子，他就不是真客气啊。他是多小庄子，给他发真客的工资啊。他没级别啊。你要十四年是就面看大门是个真客啊，面就少的街是个真客干部啊。10000多块，连5000不够。啊，也可以的。十来年。十来年刚搞一多小庄，多十来年。啊，也就在学校做过20来年啊。啊，然后多了小干部。哦。啊，多小庄。啊。那会写不是？啊。那叫俺去学了多了秘书了。啊，秘书。多秘书多了年。哦，多年秘书后来就在秘书部来调人，秘书部是会写啊，又会耍啊，像你判案你也会判，是不是该调的方案的嘛？您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也学习好的了啊？可以的啊，运气好，命好啊。嗯，命不好不靠谱了，命不好人家给你不做活，做活15000还嫌少了哈。命好也在个人努力了。人肯定当时人学习了嘛，所以人就能考上。你不学习，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。再一个就是家里这个经济条件，有的人家里头可能过不起，不让你上学了，就干农活务农了。有的条件好点就能上学。他们不好好学习，他们考不上还挤公干了嘛，挤公干下个了，还演这个不行了嘛。啊，学习可赖的了。你们是不是同学了？哎，这大爷这里头有你同学没？这有你同学没？没了呀，有那个了，有个李子舅了，李子舅没出来。啊，他们岁数都比您大小。哎，他们应该小。你们都小？啊，他们可小了。哦。他们是70来岁，他是70来岁。啊，70来岁才。啊，60岁退休就回来了。啊，对，60。这在村里头待20年了，有的。啊。哦，这退休了还是在村里头好啊。啊。啊。空气好。空气好。空气好，小村算啥啊？啊，在城里头不行。啊，小村算啥？而且这个村里头人们都惯，都从小长大的嘛。啊，就是。啊。俺话教书这块，他们都十多的了嘛，十多的孩子。啊，就是光屁股的了。买不起裤衩儿，都在乡下这个时候就十多的。啊。啊。连裤衩儿买不起。对对对，确实。我叫俺不买裤衩儿。啊。一个人坐不起。啊。十多的都是，不管小的男的女的，都是十多的。啊。可结婚十多的。对。这块小孩家差的可好了。对，过去那个条件人们太差了。